各位好，我是曹俊，现在纽约。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。当下，全世界、全人类都以自己的方式与新冠疫情进行着自己的抗争。新闻：加拿大温哥华即将举办一场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家”线上音乐会。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祝福，祝福这场音乐会圆满成功，祝福人们早日度过疫情，祝福明天阳光更灿烂。OK， 好了。